只要天气一热，我就感觉烤肉在召唤我。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新鲜的牛肉只需要简单的腌制，五花肉就稍微复杂一点，调料都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今天用的是美的照烧炉，先加水避免干烧，使用的是石墨烯管，加热超快，烤出来的味道也更像炭火烤的，只需要0.2秒就可以直接开烤，没有油烟，也不用担心烤完身上都是味道了。油滋滋的五花肉加上蒜片泡菜，一口下去不要太满足。寒冷的冬天和喜欢的人围坐着吃烧烤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